怎么有 Whistler 啊？其实我队友是西门的话，哦，我好想玩夜曲，我玩夜曲。夜曲等于致敬西门啊，你知道吗？最早我认识西门的时候，他是main夜曲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回忆啊。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都玩夜曲，他都只会玩几支啊，夜曲 TF， 好不想买眼哦，这场，好想怀念。重现明星赛时的快乐。这边看到一个那个 Wings 这边的失误哦，他的视频眼睛是没有买出门的。哎，小安老师，这个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啊。Wings 可能太紧张了。消费职业选手骑车三宝骑车不两段，说要运动肚子这么大，比赛不打粉眼，比赛不买饰品，霸凌白金钻石。你看他懂我想要干嘛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跟西门同队的时候啊。我们这两次开出来没输过，我们这两次开出来没有输过任何一场游戏，所有的团练跟认可，只要我拿夜曲，他拿 TF， 我们打这个极致资源流，我们真的一场都没有输过。以前我跟他同队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怎么杀人的吗？我们两个这只杀中路，他直接开大飞后面，我开大这边堵他，他下来一张金牌，那个人就死了。那时候我们 gank 都是两个一起 recall。然后那个对面中那个傻逼绝对没想过是他会被夜曲杀，然后夜曲就开大飞个中，然后夜曲没有 TF 开大飞中，夜曲咻哇，直接把他中路给怼了。Darkness。带护符的不能收六秒，三摊有可能有机会撞到卡莉丝。他多收一摊六鸟的话，我找他。靠北他没撸到，应该死了这次，交给他解决吧。他有摸到吗？哇，没摸到哎、欸，可惜，好可惜哦，西门。还没有撸到，撸到的话，那个卡莉丝第一波就死了。炸得好！西门要飞了，还是西门要死啊？哇操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放什么滚错边了、啊？他滚回去给究极吃也不太对吧？算我家怎样都死啊！我家应该怎样都死。这场我出装大概就我下一件会出鬼刀，鬼刀完之后出水银，水银后撑坦。我觉得现在物理致命装没那么强了，暮色黑刃夜曲出没那么好。暮色刃感染太多了，所以我致命装通常只会出一件，然后鬼刀会比较好。夜曲蛮需要那个跑速的，暮色刃那个伤害改 T 太多了，就改 T 后就不太想出了。这波看一下卡莉丝有没有出来守，我、哦、没有，哎、欸，没人哎、欸，别出来跟他推吧，蚂蚱不敢过来。感觉我们超赚欸，一换一他们一堆人去下路包送阿小，调皮哦，
还飞。你看到这两只就是多么智障。屌打！我们这个默契，就跟你们说，我们开这两只就不能输哦。好猛！哎，我默契超好哎，好到有点恶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恶心。再飞啊，朱吉！好靠北啊！干你老师、欸！没有啊，这个就我已经跟各位说过了。有一种重击是你不知道对面会下来跟你抢的重击，你就按特别慢。这个就是那种重击，就是我更不知道卡莉丝在那里，然后我更没有想要这么急着按重击的意思，然后我就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刚是我其实我刚其实我抓到他、欸，哎，好像是有抓到他的。但是我刚刚太松懈了，这波太松懈了。靠药，完全我买水了。啊！我忘记我买水银了、欸，靠腰，这波好雷啊！我按超慢的，没有，我刚按到一半才说，干，我好像记得我有买水银，这波我错。哎，他们都要死光了，他们会赢吗？加油加油，你们会赢的，给车长扛，等车长扛，加油加油，你们可以的，他们要死光啦！加油啊，拿命！加油，车长去死！加油！宰他金牌！我操，他们打得有点激烈。他死。狗脚。这招就很好用，这招蛮，我真的蛮鸡巴的。他只要敢走出来吃兵，那你就死。你等个机会就好了。这个双飞必死啊！这个双飞居然必死。压进去，压进去就好，压进去他们清不了兵。28 5秒8龙 recall 之后 B 8龙不一定要开，用刚刚同一招就好了，同一招再抓一个智障就好了。你抓了一个智障之后，他们就根本不能打。欸，我说我们有人要被抓了。欸，他看起来要送了，拜拜，没想到是我们先被抓。哎呀，怎么是我们的人先被抓来的啊？敢对面第8龙，欸，他们不拼没机会，他们已经八龙，基本上他们开八龙，他们就要死光了。这波我们得给他们死啊！安安，带走！被孤立了，为什么我没有队友？我的队友呢？我队友不见了，我是不是被卖了？
我队友嘞，干他妈打右边，一个陪我打就赢了。交给你们队，我应该会赢。刚才打出来了。nice， 应该狙了，狙拉不回来，太痛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就反开啊。你进去，你也许进去就是。刚才想让我进去，就是我打一套就死了，打一套 Q 转一圈，然后触发雷神就要往后拉了。你恐惧也打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狙。